有周慧新娘这个名字以外呢，在情侣来说，它还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，就是钟情苗。在泰国，他们是象征神圣的爱情苗，只要认定对了，就如同现场的阿公阿嬷一样，超级恩爱，还会晒闪光给你们。因为一生一世一辈子的誓言是由他们爱情苗有的呀。那认定对了呢？不管这个伴侣面对了生老病死，他们是一律追随而去，而不是自己独活，或者是另外寻找伴侣组合，所以他们才比较特别。男生女生可以用颜色区分哦，就是女生跟小男生就一个模子刻出来，男生的话头毛脖子白棕色的，所以夫妻上是很好分的哟。那我们就谢谢他了。接下来我这边来告诉你们一下，为什么这位同学非常的激烈的叫，那是因为他的另外一半呢在这边玩游戏，对不对？还有他的情敌也出来了，只要靠近他的宝贝，其他都是敌人，所以他们是很护主的哟。那你们就知道，那当然宝贝姐姐也要安抚他一下啦，因为人家只是出来运动玩游戏而已。那如果他们是繁殖期的话呢，应该很多人都会比较想要知道，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只有不到五颗，只有一到两颗而已，还不一定都有宝宝，因为他们野外要面临食物不充足，所以要衡量能不能照顾这个宝宝，所以他们会用食物来衡量要不要生哦。那再跟你们说一下，其实金鸟们的年岁就是可以活到几岁的部分，平均人工饲养可以达到70至90岁的。那如果破百岁呢，还真的有这个记录，多少104岁，所以他们是可以陪伴人类到老的哟。那如果是野外呢，他们顶多只有40至30岁而已，所以野外跟人工饲养差别是很大的。好了，那有些同学玩一次不够尽兴，还会想多玩。哎，同学，大过年啊，吵什么架？哦呦，你太凶了。可是我不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哎，外小毛。